Hello？ 拍摄。小凤姐哈，咱的酒宴是伫个倒一间 SPA。I'm not allowed to reveal， 麻烦你带一张卡。李彩玲，我算是找到你啊！唔总找你哦，要讲巡回演唱会的代志啊，啊电话都无要接，啊参加这上面一点仔知名度都无会试镜，你今次人就欠骂呢。男女之间跟真叫纯友谊，啊当然嘛有。真是有哦，叫做艾琳啊。啊那这位哦，就是咱天龙的主持。一进五秒，我想一起想。你这是要吃了幸存的，你是不是叫找我给他怪去呢？这水缸叫伊也夹着呢，他才叫你杀掉哦，但伊真正日子歹过啊！那，我你这边你讲啥的？那也是你，好久不见，有相亲。我是要来找酒宴，不是来找这个查某的。伊竟然敢拍你啊！伊唔若拍我，伊阁叫我天地合一，把我当作是使用人同款呢。啊，看我细汉时阵未像你遐想卡，安尼靠近这人，应该嘛是屏东人哦。伊是一个善良的贤妻，为着子儿前途放弃美丽。出杂日人日打风吹，为着咱一个家，伊无怨无悔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。做轮回，嘛爱兑现。你是我的心肝宝贝，感谢有你付出一切，你的委屈我拢体会，今生的日子有我。心肝宝贝，三生有幸甲你作伙，对你讲过山明海誓，无论我做轮回，嘛爱兑现。